难度动作太低了，只有 0.80 分，最后得分是 7.656 这是他第一个难度动作，接，漂亮，这是他的平衡动作。 侧空翻，火烧腿。 我们从这个选手的整个的演练过程来看呢，他是想追求一个筷子，但是他缺乏一个动作教得更清楚的一种节奏的一种变化，有点欲速则不达。我们看他动作质量是满分啊，那么演练水平是2.633分，动作难度全完成了2分。